除了有古锥外地的幼稚园小朋友带来的舞蹈表演，旧社区妈妈的精彩演出，为当时香港所母亲节表扬大会闹热开场。咱无错，从这个活动，予咱跩师生对母亲来表达肯定哦，其实拢也是好的。咱的要讲出一句妈妈我爱你哦，是来祝福你，爱许多人，咱的母亲。江苏特别做影片来介绍今仔日接受表扬的十二位母亲。平常时因为着顾家做产，所以拢凊彩穿轻松就好。不过今仔日是特别日子，每一位拢穿甲水当当，要来接受表扬。这是真正非常有意义，阿爸感觉呢，真正吼有这个荣誉感、荣誉感啦吼。因为呢，咱每一个模范母亲呢，拢是为咱每一个社区、每一个部落。每一个传力来对呢，挑选出来哈，来表扬着，咱所有咱推选出来，咱跩楷模母亲啊，天生的祝福来祝福着，咱今仔的孝顺楷模的母亲啦吼，啊嘛祝着咱所有现场。除了母亲节表扬，还有公益团体以及孝顺楷模的表扬。希望孝顺楷模的这个颁奖吼，那孝人感动天，百善孝为先吼，友好的人吼，就是有重视伦理啦，有大有小，那么在社会上绝对吼袂去做歹。那么社会上如果友好的人啊愈多，咱社会咱的权利吼就愈和谐就对啦。虽然母亲节也未到，不过公所是提早来庆祝，也祝福全天下的母亲节快乐。记者郭香平采访报道。